好，接下来是大班，大概小朋友准备好了吗？我们要用数学课班的河水开场，火攻击，再来有笛子龙猫的表演，再来是美好心灵，还有乐器。好的，大班小朋友准备好了吗？有没有？好，这是我们的压轴大班。
小朋友他们就是把平常那个音乐课的表演歌曲先练习给大家表演给大家。好，谢谢大家的参与，也给我们爱幼儿园的小朋友一个平台，一个窗口，让我们可以关怀我们的长辈，谢谢。